者林希若台北报道，张学友演唱会上，包括曾宝仪、杜德伟、梁家辉夫妇、叶童夫妇都穿上印有大猩猩 logo 的 T 恤。这件 T 恤出自日本品牌 A Bathing Ape， 这是由日本潮流教父 NIDO 长尾智明在1993年创立的品牌。因为深受浩劫爷生 PLANETOFTHEAPES 这部电影影响，所以不论品牌形成或是 logo 都以原人为灵感。NIDO 在潮流圈和演艺圈都有好人缘，他的太太是红极一时的日本女星木兰里穗。 A Bathing Ape 在潮源和明星的加持下迅速成为当红品牌。2011年 NIDO 传出财务危机，将 ABATHINGAPE 卖给由沈家伟主导的 IT 集团。NIDO 则继续担任创意总监，每一季 ABATHINGAPE 的先贤仍受到潮流圈和演艺圈喜爱。杜德伟身穿 ABATHING APE 修仙服，记者王文林社叶童左跟老公陈国熙身穿印有大猩猩 logo 的 T-shirt， 记者王文林社梁家辉穿 ABATHINGAPE 上衣，记者王文林社 NIGO 除了拥有自己品牌，也经常与其他品牌跨界联名，摆设自网路。